今天好特别啊，今天是我们2016年最后一集。对呀、啊、你有什么心情吗？现在我很开心，在梦想声音跟所有的导师们就感情变深了，家庭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我谢谢这几位家人。嗯哼，我很开心，也很庆幸说我有接了这个节目。今年最大的收获当然是参与了这个节目梦想的声音，然后坐上我们的启辰 T9， 然后又认识了我们的华为手机，华为手机让我们拍得漂漂。我们今天每个老师呢都会有一个卡片，然后要你写一些想说的话。到底这卡片是干嘛的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嘛，很少女啊，有没有？我第一个想到是我妈妈，就是张妈妈，因为她那个明年2017要过80哦，80大寿，对，所以还是家人。